毛孩。嗯，对对对。就一定会是这样子，有点毛毛的，然后它一定会最多人担心是说它会不会刺刺，好不好刺刺？但是因为它就确确实实有这个毛毛的，嗯，反正你会看到它一定会有一定的、一定的，嗯，就是皮肤一定会有一定的，对，一定会有这样子、有点这样子的感觉。嗯，如果非常非常的敏感的话，当然就是我知道你一定不会碰这种款式，嗯，但是因为它就是要有这个氛围感才漂亮，就是碰碰，对对，它就是应该这样子，这样子的感觉你可以接受的话，我觉得你就可以买它，因为我觉得好漂亮。对，但这款话我穿是的确会有一点点，可是我们两个都还可以接受的，我是可以，对，可以穿的。它的厚很高级耶，它穿起来的话真的是很贵的感觉，嗯，非常漂亮，非常原味的一款。对，我也是觉得很贵，但我看起来就很多款，对，我穿起来一样。我就是因为他所说的红会让你的腰身看起来更细，对，因为上面有两根小小粗管，跟小小螺纹，对，螺纹，它是长这样子哦，这种马海毛这种，然后就是什么，这个洞洞会有点透透的，对，然后穿在身上，好美啊。一系列都是这样子，有点带。灰太蓝的感觉，嗯，对，我觉得很感觉蓝色跟灰色好接近，而且穿起来很显起色，是有点混色吗？对，我的灰色这个是灰色，然后我的那个也有一点点微微混色，我看一下，微微的，对，微微的，因为毕竟它是毛线针织衣的感觉，嗯，对，然后宝蓝的话，它会有一点点有点小小的白线的感觉，嗯，就会比较高级，嗯，然后你看它这洞洞都是可以看到肌肤的，我穿的话，它的这个肩线是会。